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我们来到沙鹿这里巡台。那这边呢是之前很久以前我们都会来这边稍微巡一下。以前这边都会有菲洛利啊，下来就财神爷，然后下来就有集团店，还有很多娃娃机店。以前蛮常来这里巡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这边稍微再巡一下。好。那我们这次呢来这一场，发现了一个最新的鬼灭公仔，它好像叫一窝座，就是这一只 QP。他好像就是他杀死大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就把他打死，你把他夹出来。因为这台的雷宝呢也很高了啦，宝夹1180，啊，现在雷宝570，有200块是我打的。因为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就看里面300多，就我们想说一直试，啊，这个枪位是我拉的啦。嗯。你看多老实。哇，老实耶。因为我觉得这台的弹性呢，怎么讲？觉得还可以啊，虽然它就是上升很慢，但下去也其实也这样子也蛮顺的啦，顺顺的，哎，也丢不远。像我那个正门，我200块，我正门就这样子哦，我们拉几十块也就这样子喽，然后打到200还在这样子，一直在那里。哎呀，它没有改变过。然后这一颗螺，螺把它打下来，真的。那如果我们真的不幸吃饱的话，要就保它吗？对啊，好，最新的嘛。嗯。哎，欸，夹到，哎，欸，下来了，怎么感觉好像不用保夹？可是不用保夹，那我们那一只怎么办？还是也先给它下来。下来好。那砖块可以夹。因为它粘住了，它粘在旁边，粘好好，就是怕有客人会夹。要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刚刚稍微小试一下，我觉得这一台呢，它也许宽和，我觉得它的宽和反而比标准的好打，因为它下去很慢，但是你标准的下去的话，会有点没办法两拍，快要没办法两拍到它最高处。宽和反而是会很容易到最高处。哇，夹不到。对啊，那个点比较尴尬。它就是要让你保夹的。不会啦，我调个走位应该是可以顶得到。你看这样子，用这样子这个角度应该是顶得到它。啪。哎。可以逆。不行不行，它下去太慢了。哎。你看，无限枪位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就这样子啊，从来没有改变过啊。1、2、3。哎，过他，过过，哎呦，拉不到吗？行吗？行吗？拉不到。哎呀，你看，那这一下我要放弃掉。我们要尽可能的调到最漂亮的爪位。想一下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顶头。就这样子，再调，再调，再过来一点。好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让他去前面。嗯。哇，我不小心吃到啦，但是这个，来，换个位，哎，这一盒我不相信打不到，可是它出了相对我们来讲会比较麻烦哦，没有位置打，嗯，它是专门它挡位最佳公仔，可是也没办法，它在上面，哎呦，哎，走了，哎，是直接叫你攻那一只，哎呀，他叫我。但是这一次在这里哎，我调个走位，我不一定他会直接出哎，虽然我是比较想要那只鬼灭最新鬼灭，但是怎么一切都不一样啊？哎呦，似乎有点机会哦。对啊，吃到了吧？哎，屁啦！他出了，他出来洞口，然后回去哎。哎，一，二分七。试试看。来呀！对啊，我们从500多瞬间打到1000了呢。可是
你确定它很会出来吗？不敢确定，但是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它吸是会动的。还是我们保里面那一盒金正？那一盒好像是什么？哎，好，完美。就里面那一盒啊，那个叫螺吧，好像是螺。那我这边等于这边的东西我要先打掉，因为现在看不到它的头啊。哦呦，好好好好，这样子可以。然后这是什么萨波吗？萨波，过来，过来。我现在我很想溺这个，溺起来它就浮起来了。只可惜现在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就是这一只啊，那只要，我现在这个位置真的很漂亮。正常来讲应该是要直接攻，但是我们又只剩下没多少要保，所以我们只能做保。那为什么少一盒？作为嘛，我们就可以做了。哇，怎样？不想给宝就对了。来来，顶抽。下去。走开！你走开！没有他不敢吃，他就过来这里。二抽。哎，好。哎，可以保得到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剩下三十就直接空抓。我们应该可以保得到螺了，而且这个位置真的很漂亮。保家，来，直接螺。哦，超薄，梗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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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哟，差点没拿，哎呀，差那么一点呢，我有没有想到它停在上面放掉就好了，啊，来喽，紧张时刻，又是个紧张时刻，哎，我忽然看到上面那三个怎么那么帅，快开战，来，哎，我没有夹到它，它动什么？哇哦，哎。其实一般一般的哈，但是我又不能多哦，他就这样，哎，没有，我觉得还是因为是他压住，是吗？所以他吸起来那个力道被他吃掉了，有没有？如果他没有压住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直接吸出来，不行不行，绝对要这样子。我们这样啪啪啪啪啪啪，也要把它啪到出为止。它就这样，它快掉了。对啊，又上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太紧张了吧！哎呦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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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了，就过了。完美，完美。先立这一盒，会不会打到他？就想。可以试，但是其实你也要想，如果我直接斜甩吃他的脚呢？他是不是在这里也补得很漂亮？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逆他，就像你讲的逆他上来，也许他会卡到他下来。我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因为你的臭掉，哎、欸，我有理由。哎哎哎哎哎，但是要不要捏宝啊？要捏宝。你写什么？可以扣旁吗？应该比较难。要后旁的话，除非我这样子左右吃后旁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逆一下好了，有点危险。哎哎哎，我觉得有机会哎！我刚吃到嘞。可是它离宽头有点远了。哇，这有点折磨哎。越近了。更漂亮。也许那种逆到吃到一次有机会。哎，他下去都是后旁。他如果后旁吃到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出来。哎，差点差点。吃到哎。哎呀，有吃到了，不然我就这样子了。它开了，你看这一台，这个好拖多了，不能太饱，不能太饱。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富刚义勇直接大胆的，
阿兰呢？剩三盒呢，要考虑哦。放弃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这一下，这一下的造化。哇，平台。这个呢？拓。哎，来来，这我很喜欢这种这个角度，因为它下去是非常之慢，这样子。拓。来。他不这样就好。好吧。那就看这一下的造化了。上盘，吸，要吸的吗？吼吼！但这一盒我记得小丑八旗比较有点重量，但是也难讲。哎呀！哇，可惜啊，刚刚那一期啊。来，他过去的话这样子。全包全包全包，有种射上去，它有种这样大内丢，然后上去。它这一盒，它这一台是很容易用吸的就出货，因为它下去很慢。来，这个，富冈义勇，怎么它都起不来啊？它何况好好。对啊，还是因为何况太好。阿奶呢？阿奶呢？来啊，来啊，一起上去。嘿，嘿，过。那框盒比较好打。哎，能不能上去？可以。哎，来了。来了。吸。吸不起来。对啊。哇，有种你上去啊！刚刚你就是这一盒无限仓位，真的，从一开始就是这一盒在前面，它现在还在前面，都已经出了，公仔都出了一轮了，你是不是要出来一下？哎，太高了吧？太高了啦，那我这样呢？哎，你耶！哎呀，什么？你们是在玩什么？来啊，再玩一次啊！一二万，快丢！一二万，快丢！二楼外丢，二楼外丢。接下来我富冈义勇，小试一下。富冈义勇奇怪，很怪，好重哦。对啊，但是他这么重的话。那这个呢？逆斜甩一下，起来。哦，哎呦，还粘过去呢。这台是怎样？叫我青台。但是富冈义勇就很怪啊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你们就乖乖躺在里面吧，因为真的没办法了。我今天也没有公仔让我继续做了。然后他们平贴，尤其是富冈义勇，很奇怪。Q P 有那么重吗？我也忘了呢。他应该没有那么重。对啊，好奇怪，还是他何况太好。太滑了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夹这样就好。OK， 我们再去寻其他的。还是我们来小试一下这一台，这一台补的还蛮不错，满的。然后它伸缩伸缩暖风机呢，冬天到了，刚刚好。它怎么可以越过二楼？对啊，好像可以哎。那这边呢？这个暖风机，这个有这么轻吗？这样，哦好哦，它有重量，但是它爪力又很强。哎，哎，它两秒速热哦，哇，这么嗨！喂，那个已经是刚下班，他走，他骑过去，爱情，哼，刚下班很嗨。今天礼拜五啊，假日了。咻，好，哎，对嘞吼。明天六日放假了，我来了。顶抽，顶抽就好，它顶抽外丢，顶抽外丢，顶抽往外射啊，射，射，呀呼！什么时候有顶抽外丢这种名词？顶抽外射，卡爪。
可是它好像上面的就好像比较难下来，除非我要再把这个，射上去，然后再把那一个拖出来，送卡爪，可它不会卡、欸。它又不是弯爪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如果弯爪的话，刚刚进去应该已经卡住了。你看这样子，卡。哎、欸，哇，它没有站起来了，不能定了。对啊。哇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就这一个试试看，转二收，滑掉，嗯，滑掉，再一次，再更提早二收一下，转二收，中，起不来，卡住了，对啊，卡住了，哇，它躺着比较不好，对、啊，它这个爪子太刚好了，商品太大。哎呦，滑，滑，会吗？那我这个先拖出来一下。哎、欸，它整个压起来了呢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过，它也吸不动啊，太重了。它也不能甩打、啊。对啊，也不能甩打。过。OK， 还好它很重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又夹了这两台暖风机，冬天必备，可以拿来用一下，而且是折叠的哦，伸缩必备，哎、欸，办公室必备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夹这样子吧。那我去把东西集中一下。我们一开始呢，薄一做一，然后后面也没有打很多，还好还好。那最后呢，又有打了这两台暖风机，尤其是第一盒，第一盒你直接从上面，它刚好放在上面，我们抽着抽着就出了。第二盒的话就比较打比较多一点点，也但是也是100多，可能200不到左右啦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总共就加这样子。那这一次呢要抽什么呢？最新的、啊、最新的公仔都是一定要提供出来抽奖的，到时候如果你要的话，我们自己再想办法再去加一个就好了。嗯，好，那这次呢我们就抽这一盒最新的鬼灭，这叫什么？一窝座，然后最新的就它吧，就抽它了。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就抽奖抽这个最新的鬼灭一窝座，这一支送给大家。好，那这一支的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